哇，大大件，正喎呢个位。送逐个 call， 放盘一个仔放晒 ，Smart Me。总之放盘稳盘，都即刻下载 Smart Me 啦。我好少俾呢个海坛街感觉望落去四千万呢、這个，我都感觉一个7.5分嘅位，7.58分嘅位啦。因为海坛街减去半分啦，呢度而家讲紧系8月19号嘅时候咧，就5:31，哇，终于有时间落嚟啦。呢个深水埗呢、這个嘅澳船呢度大劈价，就讲紧系呢一嚿啦，望影成栋大厦啦，哇，附近环境嘅成个废墟咁啦。呢一度深水埗海坛街企咗喺度咧，我谂几分钟嘅时候咧，未有车车死我，咁啊，所以就 OK 喎。呢嚿嘢好大嚿，掂喎。呢度讲4000万逆手造价。尺價都是講緊8505蚊，平到爛啦！上面都講緊話係緊成20000幾蚊尺啊，咁啊下面嘅時候講8500蚊，唔好住上面啦，住喺樓下仲型啦。而家講緊係深水埗海騰街嗰邊嘅時候咧，就講緊係欽州街呢邊咧，就講緊係九江街交啦。我一路講咧，我一路同你行個圈嘅時候咧，我講呢度，我講呢個嘢，咁你會大概 feel 到呢個附近環境。因為側邊咧全部啲車房啊重建啦，又全部重建之後咧，其實會好多嘅。喂，買得過喎，掂喎，我感覺真係一個700-800分嘅位喎，掂喎呢個位。我讀啲資料俾你聽先，就講海騰街229號地下連一樓啊，成個嘅複式嘅鋪啊，咁講地下面積咧就2620尺，一樓咧就講2083尺，合共嘅時候4703尺，加埋上面有個平台添啊嚇。咁啊之前一路放售嘅時候6500萬，咁之後就後來賣下咁啊4000多萬咁啊賣咗啦。呢邊咧你見到咧就係呢個補血乜鬼嘉寧學校，你細仔未去過？嗰邊咧就係全香港唯一間，唔好唯一間啦，最大間啦嘅地鋪。嘅呢個嘅喺市區入邊嘅護老院就係呢個杏林護老院啦，咁啊呢度好靜噶啦，呢度好靜噶啦，咁啊就講，但係呢一個位嘅時候咧，再影下你用大啦，從呢個角度，咁啊呢度講緊啦，賣咗一年之後嘅時候咧，總之就睇價，咁啊四成到嘅時候就沽咗，就4000萬，咁啊呢個咧係本身呢一個嘅。在呢個遠東啊，遠東同呢個嘅市建局啊，點樣賣出嚟嘅？啊，呢條友仔個買家喂醒目喎，掂喎，個買家叫做馬啟豪，我唔識佢啊，馬啟豪啦，總之就係啱啱簽約嘅時候咧，2020年8月4號簽約，還咗佢嘛？呢度冇車，側邊啊，呢度睇到呢度咧，全部都會重建啦，重建，喂，重建之後呢度真係掂嘅喎 ，OK 喎，唔差喎，呢個位。我感覺即係而家好靜啊！咁但係如果你上面呢度，我唔知開間 gym 又好，開間咩老人院又好，開間乜都好啦，始終夠大間啊嘛。咁啊回報就唔差喎。好計計數啦，如果4000萬4000零尺嘅地方嘅時候咧，講緊租100000蚊呢度一嚿嘢 ，OK 啊！我覺得開間老人院都好啊，現代老人院，開間咩現代啲嘅乜鬼幼稚園啊 gym 啊乜都得啦，呢度 OK 喎，掂喎，喂掂啊掂啊，我要俾個百分位，鏡靚平啊！我覺得平啊平平平，呢嚿嘢平。好，各位買家，各位買家，呢個嘅時候呢個買得平啊，呢個好嘢，20年後呢度一定更加靚啊。今日都係7.5分啦，始終呢個位廢墟一樣。我放盤可以手快價靚，因為我一個 message 幾千個地產 agent 就同時收曬了。有 Smart Me 你都得，疫情期間你足不出户都可以安在家中輕鬆放盤，一個掣放曬俾全港合適代理，減少感染風險。當你行開幾日想改價錢定約睇樓，撳一撳。Smart Me 就幫你通知曬所有嘅 agent， 仲逐個 call 放盤，一個掣放曬 Smart Me。總之放盤揾盤都即刻下載 Smart Me 啦。